凌晨几点了啊？往我这边朝，哎，他要跑了，往住一点点啊，再往住一点点了，嗯，还在里面，超头，我觉得他要发那个速战速决啊，不能开除了灯啊，还在吗？床底下呀，我滑一下，滑一下，滑一下，快点。嗯，哦，好好，不要滑太多。怎么又往这边呢？这头，我靠，往那边了，插到没有？没插到，我看。嗯，不开灯了吧？我感觉要跑了，我靠！稳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稳不了啊！怎么了？我靠！是吗？快点！好使劲了，就差点跑了。那零六可以的。我靠！我靠！差点跑了，差点跑了，没有直播啊！发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啊！